hey,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而家喺咧 Fashion Walk 嗰度咧就捉到 Kenny 啦。你好，你好，你好。系，咁我想问一下啦，今次咧我见你手上咧就揸住只 Lonely Tunes 嘅公仔啦。咁其实 Lonely Tunes 入边咧，其实好多不同嘅角色噶嘛。我想问一下，点解会 end up 做咗呢只 Marvin 咧？以我所知咧，阿老细咧今次就主打就用咗呢一只做宣传嘅。你睇下全条街咧都用咗呢一只 Marvin 嚟做宣传。咁我都唔执输啦，系咪先？又要威啊，戴头盔，梗系攞呢只嚟做主打嚟同佢做 crossover 啦。我见我啲造型咧系非常之 match 嘅。你见到 Kenny 咧，真系个 design 用咗 Molly 对眼就摆咗去咧 Marvin 嘅身上面，系非常之 match 嘅。咁哇！我見到呢一隻咁大隻，其實都係產品嚟喎，係咪？係啊，大會為咗一啲特別嘅顧客咧，佢做咗一啲特製版，就訂做嘅。睇下邊個有興趣咧，就會幫佢訂做咯。咁我聽講，除咗 Marvin 之外咧，你都有其他嘅作品喎，喺呢個 Lonely Tunes 嘅系列入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我隻隻都中意嘅，不過今次我時間關係就做咗呢隻同埋嗰隻三隻小肥豬。我就攞咗一隻嚟做一個同魚童嘅 crossover 版。咁另外仲有一幅畫啦，係咪？係幅畫就印咗落去嗰畫板度，嗰只係嗰只賓尼兔咯。Bus Bunny， 咁嗰只都畫得好靚。係啊，多謝。係。咁嚟緊會唔會再搞多啲同 Lonely Tunes 有關嘅嘢咧？Lonely Tunes 其實有很多 character 我都喜歡的，不過呢礙於和 Molly 合作的 crossover 是有些難度的對我來說，所以今次我稍微開始找了這一隻主打做了先，跟著慢慢再有其他合作。可能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其實你還喜歡哪幾隻？其實根本是陪著我們成長隻隻都喜歡的，好像翠兒阿寶啊，是不是？還有那隻 BB 鳥啊，全部都是我們喜歡的。今次就講到這裡先了，謝謝 Kenny。 OK， 拜拜。